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。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你干嘛？这圣德大战之前行踪诡秘，而后那无影兽戒指也十分的可疑。他如果心机深到与敖轩串通，那么王宫里的偶遇搭救恐怕就是他有意设计的。不仅如此，裴洛因为贪念与将臣的感情变淡，也不至于痛下杀手啊。而且裴洛他是一个凡人，可以练成如此超群的功力，我觉得会不会跟圣德有关？那你还给他熬汤煎药？我只是怀疑，没有实证。不过就算他有万千角饰，有一点我肯定没有观察错，那就是他对你的情感，不然怎么可能放下王权富贵，而且有意让你避开战局呢？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这碗药你给他送去，顺便略施美男计，套点话出来呗。演戏可是你的擅长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不是，演戏有什么不会的？送体贴，送温暖嘛，顺便还可以验证一下，她是不是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啊？你干嘛？干嘛？是这么验证吗？那不如你教教我演戏啊。啊！你有病啊！哎，开个玩笑嘛。